用大火，然后快速的去用小油去做烹调，是可以很大幅度的把铁质留下来。因为铁质有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它是需要搭配维他命 C 吸收的效果才会比较好。因为铁会氧化掉，那么 C 可以保护它，让它不要被氧化掉，让人体吸收可以效果更好。今天晚上8点钟，未来综合台健康好实在。